每天一只小龙虾，今天比较硬啊，这是澳龙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呵呵，这个好，这个小八爪啊，最近说有点大了，我得看看到底是大是没大，还行，这一罐大概能有个十五只，干干巴巴啊，这就比较狠了，这是巨型的。没事看了眼私信，都说让我吃个鱿鱼脯看看，是不是？今天来了，干飞一个，飞得高低捡回来。这个白色就是脆骨。最近鱿鱼脖就这个品质，象拔蚌。最近老铁总要吃这玩意儿是不？必须安排。哎呦我去！录个视频，差点把手机干坏了啊！摄像头都，我说还有，好嘞，暂停一下，八十，费半天劲，终于整好了啊！哎呀！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啊？开锅了，铁子，来点开胃小菜，麻辣龙虾尾。进直播间，你给我搂惨！